跳舞看起来很简单，但要有舞感却很难。很多人都会忽略基本动作，像是一个转身、一个踏步或是一个手势。转身一定要干脆利落，同时还要注意姿态美，踏出的每一步都要稳，要自信，要张弛有度。把舞蹈想象成艺术品，多看看镜子，精雕细琢每个动作，没有动作是练不好的。记住了，想要变得更优秀，努力就是你们的武器。越努力越优秀，我是舞蹈导师蔡依林，青春有你，未来可期。